您好，自从123事件发生以来，11年已经过去了，社会的爱心组织时刻呢都关注你们的情况，您现在呢能不能给我就是聊一聊当时事件发生的情况和您现在的近况呢？当时啊是这个2001年啊，这个在咱们中国这个出现了这个一个大的事件，就是123自焚事件，在天安广场出现的。这个事件呢，就是说是由我们7个人参加的，刘银芳、王劲东、刘春玲、刘思颖、陈果和刘宝荣，啊，我们7个人。当时这个事件呢，就是说我们几个人呢都是练法轮功的，都是练法轮功的，这个事件是由这个刘银芳组织的。刘银芳当时跟王劲东、跟这个雪红金他们3个人在一起，就是引导了去自焚的事情。当时因为出现就是说把法轮功打成邪教哈，就是在法轮功当中呢出现了到天安广场去护法的这个当时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刘银芳。他自己悟道呢，他的前世是师傅，就是说他前世师傅，这个他也以那个师傅自居，他悟道就是说去自焚呢，就是说是最高的境界，所以他跟那个王劲东、雪红军他们3个在一起演讲了很长时间，所以就决定就是去自焚，去自焚是最高的境界嘛，也舍近了，就是我们。后来我是听雪红金说，就觉得我也参加进去了。我一参加进去呢，再到后来就是，这个刘春玲、刘思颖，他们母女两个也参加进去了。他是最后进来了，他们母女两个。这个我一进来呢，就是我都跟陈果打电话，陈果当时不知道，他正在北京上学，中央学院上学呢。他这个后来，就是说决定是。元月那个是，元月16号啊，那时候我正好放寒假。元月16号那天放寒假，我晚上就买好了火车票，就提前买好了火车票，就是准备就是那天晚上就走。在这走之前呢，就是我给陈果打了电话，啊，叫陈果在北京呢，就是接吻，啊，接吻，给我们整理好这个租用的民房。到那儿呢，他租好了一个中套房，我们都住在中套房里去了。这个，所以说16号晚上我们就坐上火车就走了，17号就到了北京。所以，123自焚事件呢，就是在我们到达北京以后7天，经过准备，买汽油啊，买其他的东西都是在开封做了准备，哈。这个路费的投资啊，这个经费啊，都是我支付的，都是我支付的。这个到了北京呢，我们住了7天，准备好，这王金东买了汽油，做好了准备，然后我们一起呢，在123那一天呢，到达了天安广场去做了自焚。当时这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那你能不能给我谈一下，你当时呢，就是为什么要去选择修炼法轮功？当时我爱人他外甥女儿，他想学那个吉他，他学吉他呢，就那我呢我就陪他去，到河南大学给他找了一个吉他老师，这个吉他老师叫黄建平，黄建平老师是个练法轮功的，他就介绍我练这个法轮功，他说法轮功一练都好运，就是。我就接受了练法轮功了，从此以后就是他给我的资料，好多资料也看录像带，也有录像带，后来我看过录像带以后，我就上练功点，就是那个龙厅那个龙厅湖断桥那天哈，就在那个岸上，就在那天那个练功点上练功，每天早上都去。那是你的练功地点。每天都去，去了呢又通过那儿的这个练功点上的辅导员又购买了这个书籍，就是法轮功的好多书籍都从那儿买了，购买以后呢。经常就练起来了，我又发着书籍呢，又叫我的孩子看，结果陈果一看呢，
他也成了练功人了。黄红一俩就这样走上了这样一条练习法轮功的这个路子。您当时为什么非要选择自焚这种做法，而且呢选择在天安门广场呢？当时就是说刘云芳，我就说他是以师父自尽啊。嗯，他开恒是好多人都迷信他也可相信哈，就觉得其实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我们对法轮功是迷信的，嗯，是处于一种迷信状态哈，所以也迷信他，就是说他说他悟到了最高了境界，那我们也相信，那我们也相信，都觉得他是修的最好了，这个所以说呢，他一说这个那是最高的境界，我们也跟着去。那时候因为都好多人都走了去护法，啊，在天安广场去护法，这个所以说我们七个人就这样去到天安广场去了。因为护法的人都到北京去，都到天安广场去，所以我们自此呢也自然选择了天安广场。郝老师，自从这个幺二三事件发生以来，境外的一些网站，明慧网、大纪元，上面都说到，张尔平从一开始呢就质疑你们，是不是法轮功的练习人员，而且呢质疑你们这个自焚呢其实是政府给组织的，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他这是个谣言。当时我们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都听到有人这样去说，而且发了很多的光碟，哈，到处传播。嗯，这是造谣，这是诽谤，这是公认事实。因为啥呢？因为我修炼法轮功这个经过，我刚才讲了是那样的情况哈。我们学校，我在开封市回民中学做音乐老师哈，当音乐老师。我在那工作20多年了，这个所以说呢，当时那个我们学校老师是都知道的，嗯，都知道。我在这个开封市大兴街居住，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附近的居民也都知道。因为啥？我在练功点上练功，一个是断桥，一开始练功点就在那个龙兴湖畔这个断桥那个那是西边那个湖边上练。再到后来呢，就是也有一段我们到哪儿呢，就是到义专，义专呢有一个练功点，我们到那儿去练，在那个医院里面啊，早上没有什么人，场子挺大的，我们都在那儿练功。所以经常呢，那个时期一个是切磋哈，附近的居民，我们学校老师都可以证明我是个练法轮功的，哈，都可以证明我是练法轮功的，所以这种说法呢，它纯粹是造谣。那我能跟政府还不让我们练，政府那时候最后99年取缔法轮功啊，取缔法轮功。但是呢，我那是那时候是真是痴迷啊，就是迷信的很，所以说一直坚持练，不但坚持练，还去护法，所以造成了这么大的事件的出现。自焚事件，给您和您的女儿陈果，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您的家庭呢也受到了影响。您现在呢是怎么看待就是当时自己去自焚这件事情的？一二三自焚事件呢，其实是在咱们国家都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事件哈，对国家的干扰是比较大的。对社会干扰也是比较大的，是吧？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也是比较大的。我真的是能一想到这个，这件事情哈，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就是我自己跟自己孩子的身心啊，受到了这个严重的这个损伤啊，严重的侵害，这个给国家呢带来这么大的危害啊，干扰，这个所以说我有时候啊就想起来就是很内疚啊。这个事件出现以后呢，就是全国各地啊，好多人给我们来了很多信，啊，给我们两个写了很多信。这个就是这个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对这个参加法轮功啊，这个进行自焚这件事件哈，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给我们个人带来的危害。这个当时我还没有转化认识，跟我的孩子们都没有转化认识。这个在政府的帮助下呢，这个
经过一段认识帮助哈，我们才逐渐的认识到这种危害。现在呢，就是说这种认识呢就比较深刻了。自从幺二三事件发生以来，已经过去十一年了，你们对今后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打算呢？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政府对我们确实很关心，国家呀、社会各界人士对我们都很关心。包括国外的一些朋友、友人呢、都来看望我们。这个好多人都来看望我们，这个我确实很受感动哈。我也觉得哈，就是，这个事件呢，就是发生以后，不但是给我们自己，当时是一件坏事啊，危害了社会，干扰了社会。但是现在后来呢，我觉得我们这种呢，又敲响了，敲醒了呀，又敲醒了这个很多人，不让人痴迷了。这个政府呢，又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啊，帮助我们转化认识，啊，转化认识。所以这个社会各界人呢，纷纷的也会给我们来信，也会来看望我们，这些呢，都促使我们感到了这个社会的关怀。啊，社会的关怀，感觉到这个社会大家庭啊，非常的温暖。太深的感动，南希者，希望他们能够赶快警醒过来，别再就是执迷的走下去了。最终的结果，练这个功，最终的结果只是就是害人害己，害国家。我希望他们能够赶快悬崖勒马，回头是岸。